一步一步教化大公鸡。我们先画出它的鸡冠和头部。画出它的肚子和它的尾巴，画上它的脚，然后我们来给大公鸡涂上颜色，红色涂上鸡冠的颜色，黄色涂上公鸡身上的颜色，身上可以选择深一点的黄色。尾巴我们可以给它涂成彩色。像这样，我们的公鸡就完成了。